啥都不管了，咱们继续。昨天我草率了，上热门了，让我媳妇儿给发现了，发现就发现呗，哼。过好温，过好水，适应适应光线。我们先看这个缸的新鱼。Later。适应了好一会儿，这鱼可比昨天的难拍多了，它就没有个定性，来回乱窜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叫做雪翅蓝地灯。哇，是不是很好看？不过应该还没有完全适应，它的鳍是红色的，但没有昨天那个鲜艳。哎，你别往那儿坐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拍这么个镜头，这是我拍了半小时拍到的。身体呢是有一种蓝色的金属光泽，下边的颜色就比较漂亮，反正整体五颜六色，五颜六色的蓝，五彩缤纷的蓝，就是这种。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，挨顿揍算什么？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这还有这么多呢。哎，我这虾虎缸这回热闹，而且看看已经开始了。呦呦呦呦，这小舞蹈跳的。这个鱼的名字叫火焰铅笔，在袋子里有这种发色真的很不错，刚才还美呢。这我果然不适合养虾虎，过温过水扣个盆就能爬出来。我的超大火焰环带黄瓜呀，终于拍到了超级熊猫张嘴的这一刻。哎，这一幕好像我昨天回家的待遇。明天白金红月到。